开工作了，必须赶在要塞掠夺攻击前帮助动车侠完成武器升级。将粒子加入他们的能量和武器中真的有效吗？嗯，高能粒子的穿透力极强，它是通过迅速加热的方式来击毁坚硬的武器外壳。跳跳，粒子程序开发完成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谢谢妈妈。小雨、梅玲，搭把手。嗯，收到。跳跳，利用粒子程序开发一条混天绫和一个乾坤圈怎么样？嗯，好主意。动车侠一定被我的技能强大惊讶到，正在绞尽脑汁的想办法。完美无瑕，接下来该启动加强程序。我先上。加了粒子进攻吧。攻击伤害4%，攻击伤害4%。看我的！乾坤圈，回天绫，铁拳重炮。攻击伤害6%，攻击伤害6%。你们躲开！巨型粒子炮。攻击伤害9%，攻击伤害9%。起作用了，真的起作用了。就算把所有的伤害加起来，对于要塞掠夺来说也只是挠痒痒，我们还是有点突破的。跳跳，你已经做得很棒了，我们再接再厉。困惑的时候不如回到原点重新思考。回到原点，或许谢谢您。等等我们，局长，要塞掠夺用不了多久就会发动进攻，必须把全部居民送到避难所，直到我们打赢这场仗。交给动车侠小队吧。来了，来了！要塞掠夺预计还有多长时间发起进攻？初步分析还有22个小时。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。粒子程序是有效的，太好了！能否彻底打败它，取决于我们的科学技术。是。大家都去避难了，用不着买票了吧？那得问问管理员大叔。你们别评了，我们都已经拿到门禁指纹了。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工业区发现滞留工人，正在送往避难所。我和小夫正在医疗学运送病人。我这里没有任何发现。太好了，不过我有发现。快上来，我送你去避难所。不，我得找到餐厅的乐乐。外卖无人查收。乐乐，热情的人类，现在该走了吗？现在是工作时间。
冲击还有20个小时，粒子加速会使质量增大，从而使粒子获得更强的攻击力。我们应该给动车侠安装一个物理加速器，是个办法，可以让攻击速度翻倍，伤害暴增。我们需要的是能达到光速的粒子武器，分头行动。是。跳跳，你为什么带我们来这儿啊？是啊，这些动车发展史对武器升级有帮助吗？我们全心投入战斗和升级中，却忘了最初对动车的喜爱。爸爸每次出差回来都会送我一个动车模型。我还设计了很多酷炫的动车呢。回到原点，重新出发，就会找到新的方法。贝玲，跳跳，你们快来看这个，太酷了。小雨，你能不能安静点儿？就是这个。怎么了，跳跳？跳跳，到底怎么了？过去的内燃机车在爬陡峭的山坡时，一台火车头动力不够，就将两台火车头连在一起，增加动力。既然单体的动车人无法再继续强化，那就用合体的方式来增强力量，怎么样？这个厉害。虽然厉害，可是真的能办到吗？我们必须办到。那还等什么？说干就干。你们几个捣蛋鬼是怎么进来的？是他。你出的主意是你破解的好吗？喂，你们。叔叔，我们是动车侠小队的，我们来这里找些资料。就你们？我们说的都是实话。既然是动车侠小队的，一定功夫了得。答应了我，就放你们走。我们没时间。小丫头不赖嘛。小雨，我们现在就来试试内燃机车的合体。好。内燃机车合体。花样不错。小雨，乘胜追击。梅玲。搞定。完胜。小鬼们有前途，你们走吧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快走。不对啊，他应该去避难所的。骄傲的高铁工作者不会因为惧怕要塞掠夺而闭馆。生命高于一切，执行命令。不，高铁工作者绝不屈服。动车侠，该你们出手了。放开我。我绝不屈服，我要和掠夺决战。大副，我找到了升级的方法。跳跳，没问题的。好。真是烦躁，启动暴击模式还需要16个小时。哼，烦人的蚊子，动车侠有点过于安静。距离要塞掠夺的攻击还有不到16个小时，继续监视。是。
子加速破光速了，动车侠安装了它，瞬间的暴击可以提高数倍，这样一来对要塞的攻击一定会起效果。马上派人把加速器芯片送给动车侠小队。是。超光速粒子加速器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嘘，会影响小雨的操作。优秀的机械大师总是能够从容应对任何机械操作。大副，红剑，安装后感觉怎么样？好像有股力量在燃烧。我也是，现在就想打一架。速度越快，伤害越高。大副，红剑。合体程序准备就绪。小雨，粒子加速器搞定了吗？已经搞定了。玲玲，马上把合体设计图传给小雨。可是时间不多了，必须先试试。距离要塞掠夺的攻击还有14个小时，再让头多睡10分钟。我睡了多久？一个小时。胡闹！你好，法工。不行，跳跳，这样的机械连接是错误的。你突然停止操作，当然错了。跳跳，我们应该停下来。没时间了，我们也很着急。欲速则不达，我们需要更合理的合体方式。跳跳，是你说的，回到原点要有从头再来的勇气。对不起，我也许我们能从这些资料中找到灵感。等等，这是动车车厢的自动撞击挂钩。应该用这种方式进行结构连接，可以随意组合分离。这下所有的疑问都迎刃而解了。抱歉，我们来晚了。终于等到机会了。太迟钝了。不好了，敌人趁机通过了防护罩入口。坐标位置，极红滩工业区。真会钻空子。正好试试粒子加速器的威力。阿芳，你留守这里。铁拳，我们走。是。不管动车侠在搞什么鬼，给我撕碎他们。怎么办？只有2名动车侠。从现在开始，没我的命令，绝不能打开能量出入口。是。联系护卫队，增援动车侠。明白。哈，帮手来了。嘿，老朋友，我已经把太极拳传播到伏击城了。好啊。让我们一起捍卫和平。巨型粒子炮，
爷爷，勇士们，帮我揍扁他们！跳跳，大腹和红剑的能量配比情况已趋于平衡。不错，跳跳，均衡的能量输出才能达到瞬间的暴击。小雨，关节的连接需要200%的转速。知道了，爸爸。我可是未来要超越您的机械大师。谦虚使人进步。我这是自信。铁拳不爆。加速我的拳头，果然不一般。气势金刚倒钩出击，我来补上一拳。小风，天上的交给你。好嘞，群体攻击炮。老掉牙的柴油剂，攻击伤害竟然变强了，少了两名主力。攻击组的实验室。不好，那个方向是动力实验室，快追！这是乱打呀！消防长官，上次探索要塞掠夺，我们都安装了探测系统。抱歉，一时情急让我失去理智。追！